天案前总统府侍卫长，他现在回任国防部的参事，怎么看这件事情？然后还有你刚刚认为说那个高峰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现？对啊，问一下，疫情其实我们还在密切，不，疫情是这样的哦。特选现场长官请归宾。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帮我回答完，拜托。总统府那个是这样的，我倒觉得这样，不要去处理。我的个人是，我主张不要去处理个案的，因为它整个试验案，它的真正的问题有没有结构上问题要去解决，抓一个人干什么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还是制度面的问题，制度去解决嘛。我说我不认为说20000多条香烟是一个人的责任，对不 对, 對？所以那个应该去处理制度。啊，个人我是没意见。啊，至于说疫情高峰，我这个我要知道，我就去当算命的人。